那我就不瞒你们了，其实我今天只能带走三个人，为人类保留样本，剩下的人都会被集中了。小蜜，好吓人哦，吓死了！这边的朋友，救命啊！没有这个必要了，是的，地球已经没有救了。你们人类为了争夺地盘，挑起战争，释放病毒，还破坏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，还污染海洋。当一座座冰山全部消失的时候，你们在座的所有人都将无家可归。所以就有了我们星际时间观来执行正义，把不好的星球全部提前消灭掉，免得连累到宇宙的生态和平。我来之前也连累连你们苏州这里的WiFi， 太差了，也看了看你们的朋友圈，甚至还去了趟东方资本。哎呀，可悲啊，我看到好多老阿婆老奶奶躺在东方资本下面，竟然都没有人去扶。天气这么热，地上很烫的哇，你以为他是荷包蛋呐？翻面啊，你良心再差的话，你至少给他翻个面呐。你们想想看，老奶奶都没人扶，这件事情到底是你们人类的进步还是退步？